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9:15，那你们发现为什么上班时间花边没有在办公室呢？因为今天花边有任务在身啦、啊、我们要去帮我们的产品拍美美的照片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出发 GO！ 好的，那我们已经来到摄影棚了，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拍照片的地方。那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境，就是像是这边是客厅啊，然后有厨房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全白的区域，我们今天应该主要会在这边拍。然后还有这个卧室的场景，然后这边是我今天自己带来的一些道具，拍摄需要用的道具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产品，就是几乎全部的品项都带来了。对，然后他们这边也有一些自己的布景，就是东西都可以用，非常的齐全。那我照片都拍得差不多了，那这些照片之后我们就用在一些社群的发文之类的，那大家之后就可以看到。好，那小编今天的任务圆满达成，拜拜。